心爱免不了，何必斤斤来计较。人生短短，暂时就过，有缘才会来作伙。知己的好朋友无几个，你遐我伫在相会。小酒来干一杯，也饮乎伊嘛醉。酒都嘛得，莫讲遐尼多。点烟等酒退，也喝一杯老人茶，快快乐乐谈天讲风地。啊，小酒来干一杯，也饮乎伊嘛醉。我拢无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啊！注意啊！啊，你这监视器哪会拢无翕到树仔脚的状况啊？注意，等下，三号监视器倒带，停，有事啊，您看。啊，不过这根本就看袂清楚到底是啥。啊，不过看会出来，高铁阁破纸的人是一个查甫的，老公。咱是不是应该把这鸦片送给警方啊？对啊，对啊。这边有监视器，应该我都翕到真侪角度。啊，不过对方刷到闪过这监视器，代表讲伊对庙环境非常熟悉。想袂到阮小弟哦，真正成过你啊吧？我嘛想袂到是安怎，我会安尼呢？应该就是拄到嘉文啦。你，嘿，妍希，啊，嘉文是不是准备好啊？人客已经来七八成，我看时间嘛差不多啊。我先去招呼人客啦，你去找嘉文。等下我再叫人哦，通知你离场。好。哎，等下，嘉文今嘛伊无伫个新娘休息室啦。嗯？哎，走去对。伊袂记啊，早手指，伊即马转去厝底。伊哪会转去厝底啦？安尼敢会赴啊？伊讲，伊会赶紧挂过来。那是哦，等我着婚礼是要安怎啦？姐，嘉文既然安尼讲啊，你着放心啦吼。啊，咱先来去招呼人客，我相信嘉文袂予咱等伤久。嘛，只会当安尼啦。妍希，啊，嘉文那边嘛，你保持联络，啊，莫甲催，我惊伊吼，上赶紧等到危险嘛。好了，我知，放心，你先去无用。看起来真正有人存心要破坏这场婚礼，希望嘉文会当赶紧找到囡仔，啊，若无婚礼就绝对办袂成啊。叫完婚礼要创啥？我来送祝福，敢袂？吴嘉文找你来做这场婚礼招待，我真正唔知讲伊是风度伤好，是头壳歹去啊！伊前昂又咧唱戏，而且囡仔嘛险啊又害甲无去呢，啊！你搁好意思来遮？真正笑死啦！张正浩身上的白色粉到底是啥物物件？即马上重要的是吴嘉文的婚礼，我无想要甲这个感情的失败做计较。讲起来，我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，感谢你放过我甲吴嘉文，安尼阮才会当找到真正属于阮的幸福。是幸福，还是不幸的，佫唔知。
日子还阁足长呢。这老天庭真紧会知影，伊娶到的是一个小查某。这是奶粉的味道。二姐，你先给我冷静一下，我要想看卖啊，到底是谁把囡仔抱走，迄个把囡仔带去倒位？啊，不过婚礼已经开始啊，你都要等去结婚啊。我的囡仔拢被我抱走，我这边要闹心情等去结婚呐、啊。二姐，我知铁哥无去，你真烦恼啦。啊，不过华仔，伊筹备这婚礼嘛真无简单啊，也是讲你先去会场完成婚礼。今天有哪钱？喂，嘉华。我的女神水某，你这摆人伫咧底啊？我伫阮家啊。啊，你手机找着未？我还未找着啦。也未哦。那呢，我是不是等伊替你找，安尼较紧啊？啊。唔免啊，因足侪人咧跟我斗相共啊，你唔免安尼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，哪有啥要紧的？你是我的某呢，为着你哦，我上刀山落油鼎，啊水来火去啊，安尼拢无要紧啊。你笑就好啦，放下轻松的，莫遮紧张。咱两个安尼一个走一个叫。坐这么大人，总算是行做伙啊！啊，不过咱干袂细细嘞，又搁安尼擦身而过。今日是咱结婚嘞，莫讲遐有诶无诶啦。啊，就准讲是擦身而过，我拢有办法甲你撂倒来。你擦身而过一届，我撂倒来一届，两届我就撂倒来两届。你遐活泼，甲你这种拍死毋摕自信。就是我当初会答应叫我离婚，这就是我跟你无同款的所在啊！你的每一点我拢喜欢，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，啊唔对，你无缺点。嘉文，就准讲无手指哦，这婚礼嘛是同款会当进行啊！你卖不讲哦，别说敢若天要崩落来同款啊！时间要到啊！有手指无手指拢无要紧，你人赶紧回来。我即马先去招呼人去。好。行，要等你回电话。我要去找铁哥。啊，唔过嘛，唔知影是谁抱去，是咪啊找？唔知影是谁抱去嘛爱找啊，无消息嘛爱找到有消息。伊是我的性命。我找无囡仔，我即摆根本就无心情去做任何的代志啊！拢是我唔好，我要照顾囡仔，所以囡仔去让抛弃。啊，若是因为我的无注意，害你甲建华的婚礼办袂成，我真正哦，用一世人行嘛行无够。客户，你莫安尼讲啊！假使我若是无得甲建华结婚，迄就表示阮两个阿母缘分无够深，我即马干那希望建华甲心动的会当体谅我，原谅我做任何决定。妍希，嘉文，妍希，我知影建华已经着急，啊，不过我即马真正无心情看转去，万一若是佫问你，你就直接甲伊讲。今仔日婚礼取消，我还阁找时间向伊解释。你先听我讲，张超拄则到会场啊。你讲张超会去会场？伊讲伊要甲你讲一只恭喜，啊，不过遐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张超的身上有奶粉味。我感觉伊真可以。好，我知影。二姐，妍希安怎讲？
是讲张春浩会走去会场，而且伊伫个身躯顶闻到牛奶粉的味，伊怀疑囡仔可能是去会跑走的。郑浩自细汉，就伫迄间庙出出入入，对迄间庙哦熟悉的。啊，若照志明讲的，真有可能铁哥是伊跑走的。我来去找郑浩问好清楚。阿姆，就算你去找张振海，嘛不可能会承认啊。那不承认哦，我拍到好承认。因为非洲拍的时阵哦，我唔知影，即马知影哦，我绝对无可能哦，伊破坏家门的幸福啊。你先别着急啦，这件代志交阮阿公婆来处理就好。是啦，我一定叫张振浩把铁哥交出来，而且咱先过来会场再去讲好不好？我铁哥要找到真情啊！我真正无心念回去会场结婚。我陪嘉文啊。哦，那你我甲志明一定用上短的时间叫张振浩讲出真相。徐大姐，雷天庆，让安排。多谢。哎，林大美，来来，哦，多谢多谢。走，来，麻烦雷天庆，我让安排了啊。咱两个坐这么大轮，总算是行做伙啊。啊，不过咱干么事事嘞？又搁安尼擦身而过。嘉文这么坚强的人，手指找无，也无可能这么郁卒啊！敢讲有啥物代志在瞒我？啊，不过就要结婚啊，伊阁有啥物代志唔愿意甲我讲嘞？建华，大小姐，我礼拜上就要开始啊，嘉文手指摕着啊未？你要摕着啊啦？要摕着啊？是已经摕着啊，是还未摕着？我有打电话给嘉文啊，伊即摆伫咧厝里找，阁有人甲斗相共，啊，伊摕到手指就会赶倒来啊，你毋免遮紧张啦。所以讲来讲去，你家己嘛无确定就是啊。啊，甲问这也无路用啊，啊，伊人倒来有找到无找到都知影，所以你莫紧张。你毋免伫替伊讲话啦，嘉文嘛真害，做新娘的人哦，哪会当安尼有白走？要摕物件，都叫别人去摕啦，那就要离开会场。好啦，姐啊，今日我结婚呢，你著较笑较笑的啦吼，你莫咧规面傲嘟嘟，死到人客看到，这都无看呢。人客愈来愈多，你若是无爱我记一个面相哦，你著赶紧甲新娘请转来。啊，若无，原底哦无新娘，大家拢无面子。吴嘉文，我看你这个婚要安怎结成？志明，既然人拢来啊，莫着急要走，我请你吃顿好料的啊！要放开，要冲啊！呀！林志明，啊！你带我来这是要创啥？我问你，囡仔人呢？我一个答案，啊，若无你囡仔变想要离开家？你是咧讲啥啦？铁哥的监护权也无伫我家，啊，什么人无去，你来找我讨，怪想要笑啊？张振浩，你莫搁提醒啊！你掠走囡仔，想要破坏我一个婚礼，根本就是狼心狗肺。有啥物事呐？人无去来找我讨，是要把这责任拢撒给我，叫我来担。你哪里做，敢想卑鄙啊？我问你，囡仔到底在哪？看来我今麦有机会通去争取铁哥的监护权了。吴嘉文哦，
伊根本就无资格来做一个好妈妈啦。竟然为着要嫁翁，连囡仔拢顾袂好。我先甲恁讲啊，你想要紧甲铁哥找出来，那我绝对袂帮你抓。张三好，你莫讲硬拗啊！我应该知影甲铁哥两早的人就是你，紧甲囡仔幸运哦。啊，若无亲生爸爸为着离婚的太太再婚，竟然两早家己后生这种代志，绝对有可能上新闻的头版。有这种见笑呆，你这世人无可能搁东山再起。我可劝你，莫摕家己的前途来搏。您这摆应该袂感觉我对吴嘉文还佫有感情吧？是不是有感情我唔知影，啊，不过你认真唔甘愿看到我阿姐得着幸福，我阿姐对你情深意重的时阵，你唔知影通珍惜。等到我阿姐看破，伊看伫铁哥的份上，伊选择放下，佫予你真侪机会，唔忙你会当重新做人。结果你唔知影谈感情，佫怪我阿姐阻碍你继续为非三做，甚至佫破坏伊的婚礼，你真正是有够可恶的。你今日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啊，若无，我会连我二姐受到的委屈拢做回套转来。免安尼搞吓惊啦，我讲铁哥唔是我带走的，就唔是。而且，就算我甲吴嘉文过甚物恩怨，万不代表这代志就是我做的。搁再讲，侬袂去想一下，刚才是李建华无想要有铁哥这拖油瓶，所以叫人甲铁哥带走的啊。一个臭王八，甚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？您也别去找伊啊！真好，你敢知影这是啥？这叫做诚实动沙发。哦，你加食几粒啊？你就当老实。子明，你这摆是不是硬甲我拍甲承认就对啊？我即卖想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！甲囡仔交出来，啥拢好讲。啊，若无你唔那是讨皮去，我阁会追究法律的责任，互你这嫌疑永远拢无材料冰箱。我若讲我无甲铁哥带走，你是听无的哦。安尼，长秀，你别慢跑哦！我警告你啦！张正豪，你唔通变。做医生靠你的手，万一你的手若是气夹着，我看你连做秘医的机会都无。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。你们在创啥？本世界饭店最近推出捷星大型的服务，免费自助洗车。看在过去叫你一声招呼的份上，让你抢先体验，看是不是能把你这个心肝肺乌条底的人洗好清去。笑。班长，我为什么要帮你走？那小王，你这个狂人，你好好做你的小王呐！是有安怎？你应该要感激我，但是你这样敢欺负囡仔，还佮有查某人的本事，用这方式对待你，已经是温柔啊！讲，铁哥你倒位？我的狂妄不知影，你这个勇者，哪个三个混啊？等等，啊！即摆真无用啊！歹势毋是咧，我是感觉参像迄种粪扫、垃圾佮太高的人，那用水洗洗袂清气，要用强力去污的泡沫，你才看会着效果。啊，继续。佮准备创啥？我看卖甲你良心洗洗会较白袂。张正浩，你唔紧赶紧讲，我唔呐甲你洗唔久尔，连毛剑甲你拍啦，甲你做砖头的大美，我会当甲你保证，做完了后，你绝对呐参像哦，半斤烤杀鸡同款，安尼金色色。无唔对，打蜡机我已经穿好势啊，只要电插落，就会当马上替你打蜡。Yeah, obviously, 你这样撸啊撸我清楚。冒昧乱来啊！对啊，今日若是无放出铁哥的下落，我两个会伤到什么程度，我家己也唔知影。你家己好好享受。啊！我讲。
铁哥到底人在？现在人真安全啦，我等拜托大家，你替我甲照顾。代志是这。 我就知影是你，张正浩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人的爸爸。你欺负我二姐无够，连囡仔都唔放伊煞。我看你唔硬，心肝肺是乌的，你规巴肚嘛是乌的。我今日就要甲你良心说话白，继续。喂，有啥有咱讲话无算话啊？因为对付你种卑鄙小人，我敢来当讲话无算话？你竟然敢欺负阮二姐，还佫有阮孙啊！我爱你保证，保证你以后袂佫欺负阮二姐啊！ 啊那无，我让你无得躲过今日的追关。好，跟我滚啦！我保证，以后我袂去伤害吴佳文啦。我跟你讲一万遍，我跟你甲即句话刻伫你的头壳内，讲无到一万遍，我今日袂帮你算。讲。以后我袂去伤害吴佳文。 安尼用的无？太大声的！以后我袂阁伤害吴佳文啊！声音呢？我听袂着你的声音。以后我袂阁伤害吴佳文啊！啊，老婆，你先去接铁哥，所有代志我来处理。袂当遐尼干那办算。我知啦，好啦，卖再生气啦，我知要安怎做。 张正浩，还无你一无食饭哦，较大声的。你是安生要啉水，啉个饱。你也我袂阁伤害吴佳文，你也我袂阁伤害吴佳文，你也我袂阁伤害吴佳文。家婆啊，婚礼要开始啊，你，铁哥要找到亲戚，我都会拢袂去。二姐。 爸爸，你看，妈妈在家，妈妈在家。铁哥，我心肝惊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铁哥真正是正好抛弃的哦。是啦，应该是看二姐要结婚，伊唔甘愿，所以才调工迫害。都已经这个时阵了，还佫唔知道要悔改。 较早家门就伫伊的身躯边，唔知影要珍惜。啊，即马知影家门已经有心甘情，铁哥要叫人爸爸，伊才来后悔。伊即马安尼做，是有啥物路用啦？好来，客母，莫阁讲遮，囡仔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啊，对，今仔日才好的日子，无应该讲遮。行，进来会场啦。 等你来二姐，你若送囡仔回来的时阵哦，因路他家他最严重的，你若即马过去哦，一定会迟到，较非常严重的。我看你还是卡车电话哦，无话再话。啊，唔免啦，我徛我倒摆吼，载伊来去，真紧就到。找新娘生？徛我倒摆？是啊，较早吼，家门要读书的时阵也迟到，我拢嘛安尼载伊去啊，即马是学生号。 换婚纱尔尔，一定吼，妈妈甲你后载较到，行。多谢客户。哎，等下啦，囡仔好乖，无恁甲找这设定安全帽啊。妈妈先去遐等你啊，哈。 笑笑笑笑笑笑笑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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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是啊，大汉以后确实真侪代志拢无共款。无
无同，无要紧啦。只要代志哦是对好的迄方面发展进步，虽然讲改变的过程哦会有淡薄仔袂惯势、艰苦，啊，不过吼，迄只是一个过程，过去就好啊。嗯，我知影啦。今仔日我头一次看到建华，我感觉吼，伊是一个真好的查甫啦。为着你吼，伊逐项都拢好啦，家母真欢喜。你会当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归宿。之前，阮张家耽误你遐尼啊久。家母，你莫想伤济啦。你看我今麦过了幸福，你应该替我欢喜啊，敢不是？是啊，我吼，我今麦是咧开新牛车呢，我安尼骑新牛车，我都爱笑头笑面，安尼唔才有喜气，对无？嗯，嘉文啊，嗯，你一定爱幸福，一定爱过了真好真好。后摆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你都爱记，你有两个后头厝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